找对象是吧？比方说一个月给我多少钱？比方说给我2000哈，每个月给你2000块钱。对呀、啊，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吗呢？但是阿姨挣4000，阿姨你那是保姆，你不是跟人过日子啊？这也是过日子，那钱钱钱。还是钱，老年人再婚开口闭口都是钱。今天故事的女主角王大姐没有任何悬念的让钱卡在了嗓子眼，还把干保姆和再婚生活混为一谈，把见过形形色色大姐的红娘噎得够呛。保姆和老伴的根本区别在于，请保姆是雇佣关系，金钱是这种关系的纽带，婚姻是一种互惠关系，感情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换一种说法，就是和保姆的关系只有用金钱解决，和老伴的关系可以在被窝里协商。可是王大姐作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能把两者混淆得如此均匀，那可真是下足了功夫的。这是不是和她的社会经历有关呢？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我们家我爸我妈60多岁就没了，她就是找后老伴，都是非常难非常难，过了8年哈，俩人就散了，也登记了，有什么用呀？就后到派出所的就是谈钱。原来王大姐有前车之鉴，老爸和后老伴的生活冲突全部归罪于金钱，都是金钱惹的祸呀。可是这个罪恶的东西少了又不行，所以王大姐找老伴就有了钱多多是第一，哪怕是找个年龄更大的。我也不想找跟我年龄差不多少的，你知道吧？我就想找个就比我岁数大点的无所谓，但是工资必须得高。我就想的就是说出去旅旅游了，出去玩玩啥的了，如果就挣3000块钱，哪有钱出去旅游啊？这下咱弄明白了，王大姐的目标是想找个有钱的，可是工资收入高年龄相仿的未必能够看上她，所以宁可找个年龄大的，工资收入也不能少，自己每月收入3000元满足不了她的旅游消费，找个老伴就是用来为旅游买单的。老铁您看，小编差点忘了正事，相亲节目的男嘉宾到现在也没出现，千万别让他猫起来把大姐和红娘放了鸽子，其实不然，他现在和大姐近在咫尺，前面这位耷拉着脸闷头开车的就是男嘉宾高大哥，只是满脸阴云憋着一肚子的火一言不发，和刚才在车站等待王大姐时的心情那是天壤之别。阿姨，这就是高叔。哎，你好。这是王阿姨。总的印象还算可以。还可以吧，就是不是特别烦人，但是就是瞅着岁数大点的就感觉不舒服。在车站匆匆见面，两人感觉还都可以，只是王大姐感觉高大哥岁数大了，看着不舒服。明明知道人老了看着不顺眼，你偏偏要找个年龄大的，那能好看吗？熊掌与鱼不能兼得的道理还用我来说吗？王大姐能不能接受高大哥的尊容呢？这还要看他的经济收入情况，万一自己时来运转遇到富翁一枚，那不就赚大发了。一会儿我先问问他家庭情况什么的了，住房了，工资什么的了，可以，我再了解一下，详细了解一下。如果要是家庭特别好的情况下，反正就先处处看看，对吧？还是先看看他家里的经济情况是否值得处一处，万一要条件特别好，岂不是掉到了金龟？可是接下来的一幕令王大姐大跌眼镜。这车好像一般吧，没事。那你希望就是预算开个什么样？也就10多万块钱新车不就可以吗？咱也不是说他那什么，是吧？我是这么想的，反正这么丑挺破的。从外表一看就坑坑洼洼、皱皱巴巴。高大哥，你开这样的豪车来接王大姐，也难怪他看不上你。此时的王大姐心里已经是凉了一半，人看着老，车看着破，就剩下看看工资多少了。接下来咱看看高大哥经济收入能不能让王大姐满意。退休了，在那个商业系统退的。那你工资能开多些呢？3000多块钱。我工资多少？3000块钱还不够俩人过日子花呢。你说呢？无所谓够与不够，这玩意儿就是有多多花，有少少花。王大姐此时的心情已经是拔凉拔凉的了，为了找个工资高的，年龄大了没关系，可是现在高大哥工资这块又令他大大的失望，3000元工资无法满足他的需求，无法让他过上理想的生活，放弃了熊掌鱼还吃不饱，这可就亏大发了，他实在不能容忍。就是阿姨，你平时花销很大吗？还行吧，不是花销很大，但是我想过那种的日子。这个时候的工资不满足你的要求，那你再继续给你找，你得让我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你别管我想过啥日子，我想找的就是说比我岁数大，必须工资5000往上的。王大姐不管旁边开车的高大哥是怎么想的，尽管信口开河的胡咧咧，最后把红娘也激翻上了。这时候高大哥实在无法忍受，左脚狠命一踩，车虽然破点，外表也皱巴，可是刚刚年检合格的，制动一点问题也没有。
呼啦一声，破车停在了路边。老高不拉你了，哪儿凉快哪儿去吧。车停了，人静了，高大哥还是徐着进曹营，一言不发。王大姐无趣的下了车，走到路边还在不停的和红娘抱怨，感到自己很委屈。找对象是吧？我呢也不想跟他生那个气，就是比方说一个月给我2000哈，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对呀、啊，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吗？但是阿姨挣4000，阿姨你那是保姆，你不是跟人过日子。王大姐呀、啊，你刚才还说干保姆每月3000元，不能保障你出去旅游的消费，现在就成一个月4000多了，工资涨得够快的。那既然你感觉找对象不如干保姆，继续干就行，别来相亲了，何必在这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还在说找对象和干保姆都是过日子。那你说生活当中，你说做饭呢、洗衣裳、擦地啥的，不是女的事吗？这也是过日子。那王大姐这样认为也未必是错，那就看保姆和主家关系处理的怎样了。要是关系好，每月4000多，继续干保姆就行，方便享受你想要的生活，多好啊！何必非要来相亲找老伴呢？其实这和王大姐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妈60多岁就没了，我爸找后老伴都是非常难，非常难。过了8年哈、俩人就散了，也登记了，有什么用呀？就厚道快嘴的，就是谈钱。自己的老爸在婚后生活的不顺心，归结起来就是因为钱，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钱字上。老爸再婚的教训，成了王大姐找老伴的经验。为了将来经济生活的宽裕，不惜放宽对老伴的年龄要求，也要找个工资不低于5000元的。但是这个硬性条件，在和高大哥见面之前，他从来没和红娘提出过，红娘白为他操心受累了。那阿姨，你之前没有跟我说，就是我之前我是没跟你这么说，但是我们那儿找对象都是这样。看来王大姐一厢情愿，把本地的风俗习惯当成了全网通，所有老年人相亲都应该是老财迷对铁公鸡，针尖对麦芒，这只能是提高了相亲节目的娱乐性，对于老年人再婚没有丝毫的指导意义，还会释放负能量。你看你的一套骚操作，把那个来接你的临时司机，相亲节目的男嘉宾高大哥气得不轻。不管跟谁去，不用他提，我公司指定都得交给人家。你管那些事干啥？我已经跟你说了，人一定要啥呢？做到仁至义尽，对人得客气，你得尊重别人。让他玩去吧。高大哥一句让他玩去吧，给今天的相亲画上了句号。为什么老年人找老伴总是在钱字上出幺蛾子？这是生活所迫，还是老年人过于物质？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养老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谁都会老，谁也怕老。作为资深的老年人，能不怕吗？老铁，您说呢？两个人感情好了，爱屋及乌，孩子困难吧，多少帮点你。他的孩子到你老那天，他也会管你。不用，自个儿的女儿我都不值了，我还总这样能值上吗？咱们后代不对的，跟我一点血缘关系没有。我给你这钱就等于填坑一样，养肉永远贴不到狗肉身上。老铁你好，还记得上面这段视频吗？刘大姐要把翟大哥的钱给自己的孩子，翟大哥气得火冒三丈，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凭什么给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去花？刘大姐却说两人在一起感情好了，爱屋及乌，就得给孩子钱，这让翟大哥的价值观差点崩溃，也由此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成了他找老伴的磕绊。你看这一次和宋大姐相亲，直接对他说特别反感女方把钱给他的孩子花，把丑话说在了前面。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就是啥，我就是约着你别拿我钱，那个我跟你钱我得生活吗？哎，你把这钱不买东西，把攒下的钱给你孙子给你儿子，你就这个事，就这一件事。你看这翟大哥还以为是和上次的刘大姐相亲呢，那骨子怨气还没有撒完。老翟醒醒吧，红娘已经给你换人了，现在你眼前坐着的是宋大姐，好好听听她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那这个岁数了，你咱也不能不吃，你也不能靠着的，营养你得跟上去，那咱图啥呀？对、啊、你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啥？咱们有个健康的身体，那就是给儿女攒多些财富都重要，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你要真你能知道这一点就行。哎，我也不傻。宋大姐一开口，立场观点和翟大哥非常对路，没几句话就把健康生活和金钱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翟大哥佩服的直叫好，心想红娘为什么不早点安排宋大姐来相亲呢？他那里知道宋大姐刚刚从海南回来。我这刚今天是几月份？8月份回来，搁海南回来、我就上这儿来了吗？去海南干啥去了？去海南去年跟他们去旅游玩去了，玩到那边完了，人家都回来没啥事，我就搁那边打工，一直干到今年8月份。
老铁您看宋大姐能干，工作生活两不误，冬天海南猫冬省了取暖费，夏天返回东北省了降温费，海南打工赚钱，东北相亲嫁汉，安排紧凑节省时间。说起时间安排，当初宋大姐一天打六份工，关键就是会利用时间。你看那时候早起来给他家送完孩子七点半，孩子送完上学之后上了王姐家给他家打扫卫生，8:40到体育彩票站去收拾卫生，10:00再上404部队医院做中午饭，下午1:00完了还有一份钟点工，晚上还给回404部队医院带给他们大夫再做一顿晚饭。老伴去世之后，宋大姐一天从早到晚打六份工，走马灯似的忙碌了十几年，现在孩子成了家，也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这才给了翟大哥机会。您看红娘带领宋大姐来相亲了，给你介绍一下宋玉珍宋大姐。你好，翟日才翟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哎，就是一般，还行，还行。瞅第一眼感觉还行，初次见面两人都感觉不错，有了眼缘就有了唠嗑的激情。你看活泼健谈的宋大姐，没拿自己当外人，一屁股坐在床沿，主动出击，开始和翟大哥唠嗑。谁给你报的名？你这个我呀，我自个儿报，我报了一年多，他不来录，这疫情给我耽误了。啥呀？没有我你能给你录吗？没有我来了你才能给你录吗？宋大姐几句得体的玩笑不仅活跃了相亲的气氛，同时给翟大哥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还非常含蓄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翟大哥心领神会，这种感觉是从前相亲没有过的，这回终于等到了幸福来敲门，感觉行，挺开了，通来唠了几句歌，挺开了，他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喜欢这种开朗的，对，我喜欢开朗性格。宋大姐的表现，翟大哥为之倾倒，几次相亲他都是老阴天不见笑容，这一次终于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了，高兴的正面情绪具有超强的传染性，善于把握节奏的宋大姐见翟大哥开心，也非常高兴的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我姓宋，叫宋玉珍，62年生人，比你大，属虎的，退50岁退了，退休的时候是870，现在涨到2000。你的经济，你管你儿子，你管你孙子，你管谁我都不管，我就靠我的能力养活你。宋大姐嘁哩咔嚓，简明扼要说着自己的情况。当说到收入的时候，翟大哥打断表态：“你挣的都是你的，我凭本事养活老婆，跟着我请，等着叔叔探探。我最担心的是老翟家的钱花到别处去。”就是啥？我就是约着你别拿我钱，那个我跟前不得生活吗？哎，你把这钱。不买东西把攒下的钱给你孙子给你儿子，翟大哥就是担心未来的老伴把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去，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故事开头出现的那一幕就是他明确的态度，聪明的宋大姐适时的给予了翟大哥合适的答复，这让翟大哥万分的欣喜，他终于放心眼前的宋大姐最少不会像前面那位一样公开的向他要钱给孩子。其实说到底翟大哥也是性情中人，只要两人过得舒坦，对他的孩子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也不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这样是说完了，咱俩能结合到一堆的，那个、我要经济条件供应，我一看你儿子挺好，孙子挺好，我也挺喜欢的，那我有这个条件，我剩钱给谁，我就那就给他点，那他最起码他就高兴。翟大哥的意思非常明确，在一起感情好了，孩子又懂事讨人喜欢，拿出一些钱给孩子，把家里的关系搞好，其乐融融过日子有啥不好的，只要感情好这些都不是事，没有感情基础开口就要钱是万万不可取的。完，再一个就要钱，你给我多多少钱一月？哎，你我得当家。他钱他自己做主呗，跟我有啥关系？完，到时候有吃有喝，有我穿，有我自己都是结婚了。翟大哥对于相亲对象开口就要钱的做法深恶痛绝，老年人相亲提前就翻船，相亲没成功还生了一肚子气，谁对谁错先不说，把本应高兴的事情弄得不欢而散。但是宋大姐是个聪明之人，和那些钱字不离口的大姐截然相反，她的表现都随了翟大哥的意，两人高兴的手舞足蹈，本以为两人的相亲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没想到宋大姐下面的一席话把这表面上热闹的气氛彻底打翻。05年、06年，也就那样。我家爱人去世了，去世15年了，肝硬化，有病。他得这个病多长时间呢？半年呗。从发现这个病就半年就走了。对。
就是喝酒喝的，其实干就是喝酒喝。再婚的朋友一般都愿意找丧偶的，那是怕离异的有死灰复燃的钱在危险，而丧偶的就不同了，因为双方交通不便，信息不通，这辈子没了破镜重圆的机会，再婚后的稳定性较强。可是翟大哥的观念和看法与众不同，他非常鄙视丧偶的女性。我感觉这有家庭的一个男人早老早走了，对女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一定的责任。这个酒吧不是说就是说得非得喝，他那好女人的优秀女人能控制了他。你觉得是个女士照顾的也不到位了？那当然是了。本来翟大哥对宋大姐的印象一直很好，相亲的节奏也向着众人期待的方向发展，没想到被众多再婚男人看好的丧偶大姐在翟大哥这里成了缺陷。宋大姐满脸的无奈，她要喝酒谁能管得了。此时的翟大哥也觉得宋大姐非常合他的心意，为这事就放弃实在不舍得。那宋大姐的老伴早亡是不是和工作性质有关呢？他在哪工作？原来矿局。那得了呗，那我知道，太了解了。你看就有今天没明天那个。啊，对对对，你看你看我没好意思说，我怕你说不好意思。我这是敢说。哎，对，工人就那样，上就是喝。觉得这个也正常了。正常，正常，正常。话不说不透，雾不钻不漏，把话说开了，弄明白了整天喝大酒的病过去的那位都没有回来怪罪宋大姐照顾不周。翟大哥你就别多管闲事了，还是赶紧张罗和宋大姐的婚事吧，好事在等着您呢。谢谢您的观看。正因为我找了您天天，我才有动力，我能够想办法多活几年。老铁，您见过这么挺立浪尖的老头吗？不服老的劲头让人赞叹。可是刚才说的这话总觉得让人不舒服，可千万不要应了物极必反的那句俗话，要想走得早，再婚媳妇年龄小，要想走得快，老头和姑娘谈恋爱。但是你看这位71岁的高大哥依旧英姿勃发，活跃在老年乐团的舞台上，虽然皱纹毫不留情爬满了脸，但是你看他站在指挥台上舞动着双手，激情的指挥演奏，澎湃着青春的热血，难怪有一帮大姐成了他忠实铁粉。这64岁的李大姐就是其中一位，今天特意到现场欣赏她的雄风。在文艺这一行在坚持工作，首先呢怎么具备有一定的有素质有气质，她能做下去，身体还好，她精力充沛。唯独相亲找对象就是自己看中了，也需要媒人从中协调撮合，要不哪有明媒正娶这一说，上了年纪的人更注重此事，这也是红娘这角色存在的历史原因。李大姐看上了高大哥，那还真是从西施眼里蹦出的情人，看哪儿哪儿都好，恨不得现在就和他黏在一起，唱歌跳舞摄影爬山的疯玩。二唱歌二跳舞，另外我如果在市里我还想学个摄影，就能和我一起出去疯玩的，就我想要找个这样事儿的。这样的要求在高大哥这里还真是小菜一碟，放下指挥棒，拿起佳能数码相机，一枚非专业摄影师就诞生了。两位老人边走边拍，有说有笑，红娘暗自窃喜，这次说没拉线又要成功，这个月的奖金是十拿九稳了。李大姐一路蹦蹦跳跳，浑身释放着对生活的热爱，这心态这身姿活脱脱就是个46岁的小媳妇，哪里有64岁的老太臃肿步履蹒跚。这棵黄树挺好，哎，这棵树挺好，我也想种这棵树了。说你选的地方选到那面去了，你选到这面了，选这面了。啥时候开始啊？开始吧。啊！可是即便是这样一位活泼天真的大姐也没能入高大哥的法眼，这位民间乐队指挥家，非专业御用摄影师，不自量力的择偶标准，老骥伏枥般的耕耘欲望，就算是见多识广遇老头无数的红娘同样也是莫名其妙。在他的再三追问下，在台上那位指挥若定挥洒自如的指挥家才羞羞答答的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因为我找了您天天，我才有动力，我能够想办法多活几年。说出原因，红娘都吓了一跳。原来咱们的高大哥嫌弃比自己小七岁的李大姐年龄大，他的目标是要找个小20岁的小妹妹，有代沟才值得挑战自我，才是多活几年最好的办法。这样说来就有点令人费解了，难道说他是在借用少熙的青春修炼什么采阴补阳之邪术？可这项神功早已失传，成为了遥远的过去，现在肯定没有这项原生态长生技术的传承。闲话少说，当高大哥得知红娘真给他领来了比自己年轻20岁今年刚刚51岁的王大姐，就迫不及待到车站一探虚实，她真的很年轻吗？看着东张西望的。阿姨，这就是高叔。你好。他是王阿姨。总的印象还算可以。还可
可以吧，不是特别烦人，但是就是瞅的岁数大点的就感觉不舒服。高大哥怀着对小20岁女人的期盼，翘首以待，终于盼到了王大姐从容走下大巴车。高大哥见到了他的本尊，确实比64岁的李大姐年轻得多。这下高大哥的心里乐开了花，屁颠屁颠买来饮料，小心伺候。拿着吧。这边的王大姐再不起眼也不是一瓶饮料的价值，你看她头都没回，看也没看，说话不冷不热，别怪人家摆谱拿架子，那可是有20岁的年龄优势，更何况她也不是见了馍馍不用就菜的主，对高大哥70多岁的衰老身躯不甚满意，可是想到要过理想的日子，那也不是仅凭这副身板就能赚来的，不牺牲点优势不行，不受点委屈也不行。一会儿我先问问他家庭体情况什么的了，住房了，工资什么的了，可以，我再了解一下，详细了解一下。如果要是家庭特别好的情况下，反正就先处处看看。此时的王大姐还抱有一点幻想，从表面上看高大哥不像是有钱的主，那万一是在扮猪吃老虎装穷试探我呢？还是先聊聊看，如果家庭条件特别好，属于钱多多的那种情况，我不就赚大发了吗？这车好像一般吧，反正这么丑挺破的。此时王大姐不经意间一回头，高大哥那辆破破烂烂的吉利红色小轿车令他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你人老一点不当紧，开个破车过来可真寒碜，你看这人老车破的，这位老哥哥会是理想当中的钱多多吗？你工资能开多些呢？我退休了，在那个商业系统退的，3000多块钱，我工资不够。3000块钱还不够俩人过日子花呢。怎么每月才3000多块钱的收入就想找年轻20岁的女人，可真是异想天开。王大姐的心里彻底的凉了，人老车破工资少，要哪头没哪头，真要是嫁给了这位大爷，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红娘这时候也觉得脸上无光，把两人聚合到一起相亲，千小心万小心，还是碰到了钱字这条无形的高压线。车内像是打开了空调，温度瞬间降到了冰点，红娘赶紧原厂回温。就是阿姨，你平时花销很大吗？还行吧，不是花销很大，但是我想过那种的日子。你让我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你别管我想过啥日子，我想找的就是说比我岁数大，必须工资5000往上的。本来已经忍无可忍面临崩溃的王大姐听到红娘的询问，不觉怒火中烧，非常霸道的告诉红娘，我想过好日子，就是宁愿找个岁数大的，工资也不能少于5000元。在一旁开车的高大哥现在终于是清醒了，王大姐的不高兴不是嫌弃老高老，而是嫌弃挣钱少，我收入只有3000多块钱，他哪会把我老头子放在眼里，不免脚下发力把油门踩到了底。只听发动机咆哮着轰鸣，没见汽车向前冲，更没有所谓的推背感，原来是两只脚同时踩了下去，破车没脾气的缓缓停了下来。王大姐在红娘的陪同下来到路边商场墙下，余怒未消的向红娘继续埋怨。我们农安吧，找对象是吧，我呢也不想跟他生那个气，比方说一个月给我2000哈，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对呀，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你知道我挣多少钱吗？呢我这个我都没跟你说，但是阿姨挣4000。王大姐啊，你干保姆每月4000元，干得好好的继续干就行了，过来找老伴干啥呢？你不想生他的气，可是就你这番表现把那个年逾七旬的老大爷气坏了。你让他玩去吧，就是他呢，我年年处那个7年，我不跟你说了吗？不管跟谁处，不用他提，我工资指定都得交给人家。行了吧，老高同志，比你年龄小7岁的李大姐，你嫌弃不年轻，王大姐年轻，可是她嫌弃你没钱。没钱咱就干没钱的事，过没钱人的生活也挺充实的，想找年轻的老伴不是你现有的条件能够实现的，生了嫌弃还不说，搞乱了你的生活多不划算，醒醒吧，明天老年乐团还有演出任务，快快乐乐的生活有啥不好？老铁您说呢？就是我给你存入一个60万块钱的存款，它有一个定期利息，利息归你，等我没了，我要先没了，那个钱就是你的，我这房子是你的，就这么明确。今年73岁的傅大哥豪气冲天，向相亲对象史大姐夸下海口，在银行给他存60万元，平时吃利息每月2000元，等把他伺候走了，连本带息都是史大姐的，还有房产相送。小编从解说相亲节目到现在，这是见到的最豪气的男嘉宾，如此优厚的条件，小编也想踹走老公到傅大哥身边走一遭，只可惜年龄条件不合适。
年龄要合适，最好得50到55之间。您今年多大岁数？我今年72，跟您对差20多岁呢。你差20岁，不小吗？不小。那您孩子他们也不介意，就是你找比他们就才大10多岁，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男人都喜欢年龄小的伴侣，要求年轻20岁并不过分，关键是要两厢情愿。你看傅大哥说起来从容淡定，是那样的理所应当。别看他穿着陈旧的衣衫，没有光鲜的外表，但是傅大哥确实个地地道道的富豪。我的资产准确数目肯定我不能和大家说，因为这是个公共场合。我说我可以财富自由，我居住可以自由，啊，我旅行可以自由，我购物可以自由。有这个把握哈？对呀、啊，找老伴啥的，衣食无忧，能确保啊？对，能确保。经济富足是富大哥的底蕴所在，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自己的年龄大了，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凭了钱多用丰厚的物质条件搞一搞物质刺激，能找个年轻的爱人相伴，岂不是再度幸运桃花运？在需要的时候他有精力有体力照顾自己，那更是晚年难得的幸福。那我如果找个年轻人，他身体肯定好，我等到可能80岁的时候啊，我走路可能就要弓着背，甚至拄拐杖了。就是旁边有一个身体比较好的女人，她帮助你，你说那得差多少啊？原来有钱人是这样安排晚年生活的，趁着现在有条件有精力，找个年轻的女人，将来腿脚不利索了，还有人在身边照顾，生活的质量就有了保障。这还真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那么傅大哥喜欢的女人，年轻20岁可不是唯一的条件。第一，身高、体重。身高多高？体重多少？1.6米。体重100斤到110斤，肯定是越漂亮越好嘛，肯定能合到我的标准。别看傅大哥已经是73岁，可是审美标准一点也没退化，对于女人的个头身材都有具体的标准，即便是容貌不能用尺度来衡量，同样给出了一个无限大的动态标准，越漂亮越好。那么傅大哥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那你会不会担心女方可能大多数会觉得咱年龄你稍微比他们大一点就50多岁了，有没有过这方面的顾虑？当然我想了，就是我还比较自私，我先死了我幸福，那他没办法，我只能在经济上给他更大的富裕。不怕没人来相亲，就怕身边无金银。有钱能使磨推鬼，何惧老伴无真心。那么傅大哥能给予老伴什么样的经济保障呢？我给他留下的经济上他后半生享用不了，我的工资给你了，假如说你还需要什么补充社会保险或医疗保险，我都给你补充上。我留下钱有啥用？那我的房子也给他了，就给你个人存60万块钱，几乎就是你的工资。说实话，在如此优厚的物质条件面前，小编都差点经受不住诱惑。每月4000元工资全给你，社保医保全给补上，外加存款60万，最后还有房产做保障，这傅大哥还真够实诚的。你不怕遇到贪心人，东西一到手把你伺候的快的走了，带着你的财富寻找下家，他在这边花着你的钱寻欢作乐，你在那边干瞪眼。你能给什么对方存60万块钱？对，你这60万块钱是怎么个存法？俩人在一起以后，得过一段时间，不能马上就给，那不行。我可以写他的名，你每个月你可以借息一些，就2000多块钱，就是你的钱了。等我没了以后呢？这钱就是他的了。73岁大哥要找个年轻20岁的老伴，承诺给他存款60万，百年之后还会把房子一并相送。这么优厚的条件没个之余，傅大哥就不怕鸡飞蛋打闹，个人财两空。你看傅大哥还是留了后手，对人的相信只是相对而言，在一起有了感情只是第一步，把老傅伺候的好好的是第二步，第三步是等他百年之后存款才能到手。咱不得不服气，傅大哥的福利三部曲环环相扣，滴水不漏。我这么做有啥好处呢？就能稳定他的心，他不冲我的人，他还得冲对钱的面努力去伺候我照顾我。傅大哥琢磨得很周到，退1万步来讲，万一碰到没良心的玩意，他不看人面看前面，也会用心的侍奉我，也不怕鸡飞蛋打两头吃亏。傅大哥这稳定军心之策只是预防万一，他非常自信，只要感情经营得好，晚年生活就是我好你也好。我如果没了以后，他照顾我也很好，我们俩感情也很好，我这屋就给他呗，我并不是给谁画饼。既然我能站在这个镜头面前说话了，肯定这就不是瞎说的事儿。就说我想找一个自己称心的爱人啊，你得有这种经济实力，你才能去做。所有的承诺都是以互信为基础，以经济实力为保障的。傅大哥有实力有信誉，红娘及他人所及，给傅大哥联系到了石大姐，这个情感缺失的不幸之人。我4岁我父亲就不在了，八
岁母亲去世的，16岁结婚。他是去河里头去炸鱼去，雷管接的那个储电瓶完了爆炸了。父母爱没得到，就是丈夫爱也没得到。为啥说我要找比我大10岁以上的，就寻思成熟能拿我当回事似的。石大姐的遭遇造成了她前半生艰辛忙碌，现在找老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她的诉求和傅大哥十分的契合，红娘决定安排两人见面。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好，现在好像外观上都可以，演员上还算是可以的。两人见面，双方都感觉不错，演员这关毫无悬念的过了。接下来相亲将面临着是什么呢？傅大哥有发烧级的音响设备，预示着这家的主人是个超级玩家。他非常希望将来的另一半能够懂他。在红娘的有意引导下，八面玲珑的石大姐很快发现了这里的与众不同。哎，大姐，你看看大哥这屋啊，发现有音响吗？发音响，对。他马上就说音响，人家并没有说是唱歌的，还是卡拉 OK 的，还是那个什么什么，他没说这个。就这一下，傅大哥仿佛是有创意的小学生，听到了老师的夸奖，不由对石大姐的印象分值蹭蹭上蹿，掩饰不住遇到知音的兴奋，展露在了苍老的脸庞上。打开音响设备，一曲委婉动听的歌声从远处缓缓传了过来。这音乐挺优雅的呢，哈。你听的人咋唱歌呢？好像是这个吧，因为他能听懂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这就人能达到共同意识，这就很不容易的事儿。优雅的音乐烘托了相亲的气氛，傅大哥把石大姐让到沙发主位，你看这派头像是个被宠上天的公主。看到石大姐被音乐吸引，傅大哥打心里头高兴，终于找到了能通过音乐与自己共鸣的人。傅大哥很享受这种叫好身份，同时也非常欣赏石大姐的天赋。一个为生存忙碌半生的女人，对音乐的鉴赏竟然和自己这个超级发烧友合拍。要是在其他的方面还能继续保持和自己的默契，那就更好了。我所有的衣服几乎没有衬衣，没有一件新的。我这衣服20年了，还可以。你不忌讳吗？还可以。你看这外衣，这都旧，真实一点好。73岁的傅大哥要找年轻20岁的女人相伴，与前来相亲的石大姐一见钟情。可是家境富足的傅大哥竟然20年没添置新衣服，因为他对旧衣服有着特殊情感，这个个人习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上次那位相亲的大姐对于傅大哥保留穿用旧衣服十分的不解，没有生活的共通点，相亲失败，那位大姐失去了一夜致富转折人生的机会。我那衣服那么多，全都是旧的，全都是旧的，全都是旧的，10年到20年的，20年都不买衣服了，你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啊！我感觉我跟大哥就是观点啥的都不一样，我就能知道你不接受。咱俩在生活观念上一点都不一样，生活观念不同根本就不能生活在一起，相亲不成也是必然的结果。相反，现在的石大姐不仅说傅大哥穿旧衣服是真实的表现，还表示理解和尊重个人习惯。那人家喜欢穿这样，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没毛病。那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年龄了穿衣服，你还能像年轻人似的吗？是不是？你就得穿点那个简单的，还得得体的，不土不洋的。石大姐的态度让傅大哥十分的高兴，从对音乐的共鸣，再到穿旧衣服的尊重和认可，傅大哥对石大姐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在爱好和习惯上达到了默契。就在大家都以为相亲就要成功的时刻，石大姐羞羞答答、扭扭捏捏，说出了自己的不良嗜好，这让现场的所有人不由得紧张了起来。我还有，我抽烟，抽多少？2天能抽一盒烟，但我烟是不重。像我不抽烟，你自动自觉你就会想，你说我不能抽了，或者少抽，或者不抽，慢慢就戒掉。反正我抽烟这块可能戒不掉。戒不了你也没办法，真正你要能感觉这人挺好，那你看你就得认可这事儿了。抽烟是个不良的嗜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抽烟，到老了能控制住就戒掉了。傅大哥也十分理解石大姐，同时非常自信能够在共同的生活中，石大姐会自主戒烟。他相信爱的力量，傅大哥不在意石大姐抽烟的不良嗜好，石大姐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经过这段小插曲，丝毫没有干扰相亲的节奏，接下来就要看二人在心灵上有没有火花迸溅，激发更多的荷尔蒙分泌呢。为啥我早年龄上我特别挑剔呢？就是我现在可以把你看成是我的女儿，那我等我岁数大时，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父亲。这个你认可这观点吗？认可。这个，因为我是啥，从小缺父母爱，没得到丈夫爱，我就想要这个，还有父爱这种，还想有丈夫爱人。我能逮就说是这老头跟前，我能
咋起叫的，我就是这种感觉。一个想找个女人来当女儿宠着，一个想找个男人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两厢情愿相互慰藉，何乐而不为呢？傅大哥是个被爱愿意真心付出的人，对于心仪的石大姐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老伴自己养天经地义。我不需要你有什么工资，也不需要你这个双保那个保的，我的这个工资收入完全可以给你，就是我给你存入一个60万块钱的存款，它有一个定期利息，利息归你，等我没了，我要先没了，那个钱就是你的，我这房子是你的，就这么明确，我是一贯的观点。傅大哥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被相中的老伴将享受全额工资4000元的支配权，60万存款的所有权，最后还有住房相赠的优厚待遇，石大姐用真心的陪伴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双方都是有钱难买的愿意。老铁您看两人照合影笑得多开心，我好像乐得太大了吧。挺好挺好挺好，那不挺幸福，那太好了，你要乐小了就不好看。啥意思啊？咋啊？走，请坐。真有意思，真有意思，请坐。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的天哪！老铁们，这是咋回事呢？相亲节目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耻了？男嘉宾见面就拉拉扯扯，女嘉宾还乐乐呵呵，满脸的幸福感。即便是你们一见钟情，也不能见面就下手啊！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你急什么呀急？偌大的年纪了，注意点文明的网络环境，别把我账号整限流了。在现场的红娘也有些吃惊，马大哥，你拉着女嘉宾的手，就是真有意思了。看来这两人的关系有点黏，看得大家有点烦。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这么凑巧，咋回事？他知道，哎、这么凑巧，太凑巧，确实是凑巧啊。我俩见过面儿。你俩之前相过亲吗？是这意思吗？我俩相过，他不喜欢我，完了就拉倒了。是吗？哎呦，这也太巧了吧！哎呦天，到底咋回事？这么凑巧，咋回事？他知道，这么凑巧，太凑巧，确实是凑巧啊！真凑巧，两人轻车熟路，驾轻就熟的样子，哪是曾经相过亲那样的简单？镜头前配合的如鱼得水，指不定曾经有过深入的发展，那怎么还有不喜欢之说呢？看马大哥的样子，哪有一点的不喜欢，应该是喜欢的不得了。你看他老脸上堆起的一层层双眼皮可不是假的，但是也不难看出两人的表情中有那么点明显尴尬和不自然，预示着两人之间肯定有故事。你俩相过亲？嗯。哎呀妈呀，你这多巧啊，啥缘分呢？对呀，冤家路窄。原来真是两人相过亲，先不说喜欢不喜欢，用李大姐的说法就是冤家路窄，那就是说两人不仅是相了亲，还成了一对喜欢冤家。这让红娘明白了李大姐在门外那副扭扭捏捏的做派确实事出有因。那刚才那个一上来的时候你老往我身后猫，你是来过这儿啊还是怎么的，还是有预感是他还是咋的呀？犹豫呗，我就感觉哎呦我天哪，我来过这地上。重走相亲路，老门户新开放，并非新桃换旧符，怪不得李大姐犹豫躲躲藏藏的，没啥不好意思的。你看马大哥多敞亮，见面就又拉又拽的，那是相当的自然顺理成章，两人都已经是11分的了解了，直接步入主题就行了。那不用聊了，人家是都了解了，都了解了，你俩呀，了解了怕啥的？做朋友还不能唠唠嗑啊？唠唠嗑，唠唠嗑，就来者是客，先坐下，是不是？谁到了？请我坐下啊！请坐，请坐，请坐。快坐，快坐，快坐！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天哪！怎么认识就不用聊了？马大哥这是啥意思呢？是直接送客还是直接留下？也别怪马大哥说话没头没尾，他只顾着高兴，不知道说啥好。在红娘甜甜的话尾当根话虫。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天哪！看来等马大哥把话说清楚是有点困难了，还是看看李大姐是咋说的。他不喜欢我。不是不喜欢，喜欢是喜欢。喜欢啊。一个说他不喜欢，一个说喜欢是喜欢，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是两人相处之时李大姐有什么私密败露，还是李大姐身底下有什么与众不同？咱看看马大哥是咋说的。就是啥呢，他那个他跟我讲他哪个腿有点上楼有点困难啊，我腿就是啊，那咱搓和搓一下子，但是啥也不影响。
李大姐有条腿有挫伤不得劲，啥也不影响，就是上楼费劲。这怎么是不影响呢？难道说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顺便给你开了一扇窗？一条腿挫伤上楼不得劲，给你生出了一双翅膀吗？那就真的不影响了。否则马大哥也不会犹犹豫豫，难舍难分。明明是喜欢，可又容不下一条被挫伤的腿。大哥就是对这个他太细心，另外一半的身体健康方面吧，大哥挺在意的。他过去那老伴身体就不好，他照顾23年，这辈子最好的时光全伺候病人了，所以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红娘说的对啊，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如果下半生再被病息所累，重蹈覆辙，那还受得了？再婚相亲的未来老伴是否健康，成了马大哥择偶条件的第一位。第一条要那个身体健康，第二条要有点素质，第三呢，年龄别超过60几岁，反正长相就是一般化，就能说得过去就可以。马大哥的条件恰巧有一位闲置的李大姐合适，红娘就带着他来到了马大哥的家门前。这不就是典型的送货上门吗？马大哥快开门，你的鲜活快递搭载辽宁卫视来了。大哥来了。害羞啊你啊。哎，见过啥意思啊？咱们见过面呢。啊，走请坐。请坐。马大哥把门开开，一瞅外面没人，正在疑惑呢，李大姐悄没声的从门后闪出。马大哥定睛看清来人，当然是惊喜万分，因为上门的相亲对象是老情人。李大姐看到这扇多次为她打开的门，熟悉又陌生，尴尬又惊喜，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两人相过亲，相互都喜欢，只是马大哥嫌弃李大姐有条腿不得劲，和她断了来往，可以猜想到李大姐那时糟糕的心情。大姐这可能就伤心了，伤心了。后来大哥又反应过来了，大哥说那我再追求你吧，大姐这边还是觉得伤心的。你分析的完全正确，完全正确，但是我感觉两个人心里还是都挺有彼此的。红娘说的不错，一个伤了另一个的心，就此别过，永不来往，也就一拍两散，再无瓜葛。可是现代科技文明的进步，使两人若即若离，都在悄悄的关注的另一方。今年8月8号在大连，他就给我发一个那图像了，我一心还能旅游呢，这也没啥大问题啊。就我就跟他讲了啊，我说处处呀，你看马大哥在巴拉巴拉的说着，李大姐却把脑袋歪向另一方，一副不耐烦的神情。李大姐还在为马大哥不回微信而生气。有的微信呢，他没跟我说啥，这不又相亲了吗？这不骑马找马吗？那你不也相亲呢？那你不也相亲了？我相亲了，我当时你又我了，不是我找你，你后悔了你。那后来我不又找你了吗？找我你也没说明白呀。两人一番对话，也不知道说的是啥意思。李大姐说着骑着马找马，这个意思小编是明白了。老马，你既然和我联系着，就是有我这匹马，然后再来相亲找另一匹马，这样也不匹配呀，谁能受得了呢？其他的就是一套，你找我，我没找你，你后悔，我不后悔，你明白，我没明白的，反正小编是不明白。幸好马大哥非常珍惜重新寻回的爱。有点缘分，这又碰到了。长春这么大，你抱的人多了，所以怎么心里也在这个一直想，这么巧，这个缘分可能是没尽。两次了，挺好的，咱们挺有缘。看来李大姐也挺开明的，本想着没开二度的相亲能有个好的结果，谁曾想后来马大哥的一席话把相亲的温度降到了冰点。甜甜，我跟你讲，我说我会跳交际舞，他坚决不行。都这么大年龄了，找伴找伴的，互相陪着溜达溜达，你上外跳舞去，我搁家待着干啥呀？你搂别老太太，我还说这话。这次是马大哥嘴贱话多，自己砸了自家的锅，跳舞就跳舞呗，还非要理直气壮装有能耐的显摆，这正是李大姐不吃的一套，已经不是嫌弃不嫌弃腿脚不好的事了，上纲上线成了不能容忍抱着别的老太太。既然是要在一起过日子，那肯定是不行的。马大哥，你自作自受。我俩真正说是作为夫妻不可能，那就回去吧。那不吃那块了，你看了，谢谢。吃不吃？你的心情我谢谢，谢谢。这点我太理解了。李大姐已经待不下去了，马大哥还在抱有希望挽留她吃饭，可是他果断的起身离去。就在电梯门关闭的瞬间，李大姐留下了一个令马大哥回味无穷的希望。拜拜，哪天请我啊？拜拜，哪天请我啊？我希望我来掌管你的工资卡，因为咱俩到一起了，是不是？你说你说我作为你以后的媳妇，你说我连你的工资那不是一家不两家，那我给你过的还有啥？
老铁您看吧，咱多少次说过，老年人相亲千万别谈钱，一谈钱肯定崩。今天的段大姐又一次挑战男人的忍耐力，要把控李大哥的工资。第一次见面也好意思说出口，你是做生意还是相亲找对象？想当初你提出的择偶条件可没有这条。我就想找一个他对我就是说的俩人以后就是不能说动不动打人、真的只要是他动手打人我肯定是不能跟他过日子。就是找一个那啥知疼知热的一个人。段大姐首先是不要家暴的，再就是知痛知热，也没说要把控对方工资呀。红娘也是根据这个条件给你选拔的李大哥，在约定的相亲日期，你打扮的人五人六的，满怀希望的来到了李大哥家嘞。来，刚才咋就握手了吗？握手都握过了。那我还是正好想问问你呢，为啥你上次不同意，这次又同意了呢？相亲的对象来到了家嘞，李大哥热情的伸手，段大姐一闪身，把手迅速缩回。你怕被蛇咬咋地？不握手也无所谓，用不着一惊一乍的，把李大哥想握手的冲动硬生生的逼了回去。段大姐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人不解，怎么还有上一次这一次的？原来啊，这两人之前相过一次亲，只是地点在段大姐的家嘞。你好，请进，请进，请进。还行，一点还行吧。还行，那100分能给打多少？能打80分吧。反正我这人就比较单纯，说真话。别看这么大岁数了，但是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两人见面，段大姐对李大哥印象还不错，背诵了一段不是课本的课文，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老师教的，自始至终保持着良好的站姿，如果加上一条红领巾就更像是少先队员了。这么纯洁天真的段大姐在李大哥的眼里是什么情况呢？不那么立正了。李大哥看到段大姐的家里杂乱无章的物品，无不彰显着三个字脏乱差，把一个懒老婆的形象勾勒得无比分明。其实段大姐很有自知之明，比较乱，要搬家的意思哈。不是你的衣服吧、不都我胖了吗、穿不了了，完我就上市场去卖去，这不闲没事吗、也无聊，就不打发时间吗、原来段大姐为了打发时间再收拾过期的衣物再到市场出售，没想到李大哥对这个举动十分的反感。这时候啊，谁能干做这种买卖呀？真就是干点啥，就是老太太卖点花啥的都比这挣钱。搁市场呢，要是想挣钱，也不比这玩意去挣死都赖沉的一杯衣服一行的容易吗？这整的地挣的过消停过日多好啊！不行。本来收拾过期破旧的东西，卖点零花钱无可厚非，可是，在李大哥的眼里，反而成了缺点。他对段大姐已经没了兴趣，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好，只好以性格不合为由拒绝段大姐。咱就有啥说啥，别看我说话是挺慢的吧，我这也是个急性，你是慢性的。要是日后一个急性一个慢性吧，他俩虽然说是不太，是不是？你说我说是咱这做个哥们儿。李大哥的婉言相拒让段大姐十分的不舒服。别小看段大姐读书少，这些年来的打拼也不是白活的，哪能不知道李大哥的心思，不好当面戳穿。地球人都知道见面就感觉性格不合，纯粹是胡诌扯裂，信口雌黄。不是，那属于借口，两口子没有就是性格是一样的，包括人和人，但是吧我没有啥失望，这玩意缘分都是慢慢来的。段大姐知道找对象也是个功夫活，事关下半生的幸福不能操之过急，所谓的性格不合只是缘分未到，那么等待他的缘分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呢？再把那个就是上回天光路那个还想跟他联系一下子，再处一下子，看看能不能接触了解了解。老铁您看对不对呀？果真没过多长时间，原来掩埋相上行事飘飘的李大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比较，想起了当初被他嫌弃的段大姐，他的可取之处依然闪闪发光，厚着脸皮找红娘小菊在牵红绳。这咋就突然间想通了？没什么太大的负担的哈，这一个人反正也没有什么牵挂，也是一个优越条件嘛，咱们才相处起来也好处。李大哥想吃回头草，红娘倒也不好与之计较，谁叫咱干的就是这项工作呢？既然李大哥想接触再续前缘，牵线搭桥对红娘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但是李大哥原先没看中段大姐，那么现在又返回头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原来李大哥是认准了段大姐没有负担，单身一人关系简单好处，说穿了就是将来省事省钱，这对于老年人相亲来说还真是一个优越条件。李大哥你可不要一厢情愿，你可知道此时段大姐他会任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红娘小菊赶紧和段大姐联系一探虚实。
哎，段大姐，我在。有这么个事儿，大姐，上次我不给你介绍了一个李大哥吗？就去你家相亲的，然后吧，他就是又考虑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吧，还是想跟你有接触的想法。他想跟我接触一下。对，了解一下也行。你可别说，咱们段大姐确实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也许当初见了李大哥的活体刻骨铭心，还是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一点也不在乎当初遭到的贬低，非常痛快的答应下来。可是第二次相亲见面，李大哥扭脖子吃草的尴尬场面怎样去化解呢？来、刚才咱就握手了吗？没有不用握手，都握过了。果然没出所料，段大姐进门就不温不火，甩手给李大哥创造了一个尴尬。你想和我握手，还不和你握呢？脸上是在笑，心里面受到的伤害尚未愈合，当初不顾一切的拒绝，现在又看中了他。红娘也认为这是非说清楚不可。哎，这是大姐跟你生气了，跟你握手。上次你不拒绝人家了？对呀，那我还是正好想问问你呢，为啥你上次不同意，这次又同意了呢？我考虑考虑，不过能错过这个机会呀。这么好的人是吧？李大哥还是个打马虎眼的高手，几句搪塞的话，再加上一句恭维和赞美，就换来了段大姐的原谅。李大哥察言观色，感到时机已经成熟，赶紧献殷勤，把段大姐让到里屋，侍奉女士脱衣服。给衣服脱了呗，叫屋了。啊，行，来，我给坐。哎，我得表现表现哈。这边是厨房，先到厨房瞅瞅。啊，面积就是多大面积的房了？97。好话奉承，大献殷勤，两招下来，段大姐已经冰释前嫌，上一次的不快已经烟消云散，感觉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李大哥笑呵呵的介绍房屋情况，段大姐有话必应，两人有说有笑的，就像是一家人了。段大姐感到了李大哥的诚意，也就算过得去，还算打70分了。你就是对大哥就是整体的感觉和印象上有没有啥变化？我感觉比上次强点儿啊，就这个印象分比之前好了。段大姐的感觉是正确的，上次李大哥先入为主，把他定位是个卖破烂的，现在主动来找人家，那就是卖破烂的他都不嫌弃了，表情心情都不一样，给予他人的感觉当然就不一样了。可是段大姐的打分标准好像是出现了问题，怎么好感增加了，得分反而是低了呢？还行，那100分能给打多少分？100分啊，能打80分。这是上一次段大姐给李大哥打80分的情景，这一次印象好了，可怜的李大哥却只得了70分，幸好这个分数没有含金量，要不李大哥可就吃大亏了。接下来段大姐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李大哥的房间。第一次来大哥家觉得咋样？他作为一个男士，是不是家整的这样已经不错了？就是再问问他工资卡的事儿，说日后我希望跟他俩一起过日子，他把工资卡给我。段大姐这次被李大哥重新唤醒了欲望，你既然认准了我，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就缴械投降，把工资卡交出来吧。结合了一起去吧，我希望我来掌管你的工资卡，因为咱俩到一起了，是不是？你说我作为你以后的媳妇，你说我连你的工资那不是一家不两家，两家不两，那我给你过的还有啥？终于到了相亲的关键环节，以往老年人相亲谈到钱就要崩，一个说对方是捞钱来了，另一个就说不给钱不如当保姆，各说各的理。现在段大姐要把控李大哥的工资，李大哥会束手就擒吗？你不用管工资卡，你的工资人家已经留下了，所以万一有个病灾或者天灾病业的呢，你可以呢支配，我就给钱搞那块。咱俩花。李大哥的态度明显是不想交权，你的工资自你留着，我的工资作为两人的生活用度放在这里，两人一起花，这个主意无可厚非，多数情况下是合情合理。你的工资就搁那块儿，就咱俩花。对，不是说是交给你，叫你控制我。我、那是控制你，就是说那事的话吧，我就让儿女笑话了，我这一辈子也没有那个习惯。我听明白了。你看行不行这样式的？李大哥勾勒的经济管理蓝图还是自己的钱自己管，他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钱被别人管着受到控制，一是不习惯，二是没面子，这种情况段大姐能接受吗？
这种规划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要是这样，就是说的工资他来支配，完了剩了他留了，我还想回去考虑一下。段大姐听明白了，她还是不想把经济大权交出来，还是对我不相信。所有的焦点其实不是谁管钱，而是两人生活之后的剩余。经济学上讲剩余价值，在婚生活上讲剩余工资，这一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相亲是否能成。段大姐要重新考虑，李大哥又死抓不放。我剩的钱我能不防着身吗？我也是60多岁的人呢，你的钱已经有保端了，都已经入库了。那我这是一点不干啥的话，要是万一真要有那一天走了的话，我不是傻眼吗？再婚家庭，特别是老年人的再婚家庭，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纠纷，都是相互不信任引起的。李大哥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现实中有多少老头来了新老伴，没有得到幸福，反而丢了钱财，最后落得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也有的老太太再婚，侍奉老头几年十几年，老头走了，老太太流落街头，双方都有后顾之忧。红娘一看两人就要崩了，赶紧把段大姐叫到一边，耐心劝说。经济问题，如果只要你相中人了，这都可以其次。大哥还没提出来，你工资也得拿出来跟我一块花呢。目光放长远，如果你连眼前这个人你都不喜欢，如果连跟他处都不想处，那谈那个也没有必要了。你觉得我说话在理吗？在理，接触一下子吧。咱不得不佩服红娘的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往坏处说，能搅动风云变幻无中生有，能煽风点火破坏无数家庭；往好处说，能颠倒黑白说的坏事变好，能苦口婆心劝得回心转意。短短时间就把段大姐说的心服口服，同意与李大哥处处接触一下。我俩要过时间长了，不分你我的情况下了吧，就是好的，这不分什么时间干啥了，可以的就交给他了。对于大哥这个转变，态度转变咋样？嗯，这个说的还是李大哥看到大姐做出了让步，也不好意思坐享其成，表态交出管理权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婚后美满生活积累感情，到了一定的份上，不分你我了，谁管不都是一样吗？段大姐非常赞同这个钱包跟着感情走的计划，看来还是感情到位，一切 OK。 到此为止，工资争夺战没有硝烟的结束了，李大哥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相约段大姐一起下厨，燃起人间烟火。蒸点菜，完了咱俩露一手。我不咋会做菜，行，入手呗。那你主厨啊？我主厨呗，那就你不会我就得来吧。哎呀妈，大哥，现在你都轮着当主厨。我记得之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不会做饭，就吃速冻水饺了啊，就吃水饺。那就是激动了，啥都干了。李大哥新媳妇即将上床，激动的啥都会了，挽起袖子下厨烧菜。这个原来只会吃冷冻水饺的厨房，即将得到爱的喂养，激情荡漾之下当起了主厨。那大哥这手艺行啊，虽然这黄瓜对粗点儿，柿子大点儿，比我做的好吃。啊，来吃吧，我给这点酒给它干掉得了。吃高兴了，来点儿。高兴，高兴，来点儿，来吧。今天头一次。到咱家了哈。虽然李大哥的厨艺不咋地，但是也没用多长时间，一桌荤素搭配的饭菜就上桌了。段大姐尝了一口，称赞比自己做的好吃。李大哥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兴的敬了自己一杯，提前喝喜酒庆贺了。老铁，您在高兴之余认为他们两个有戏吗？一月你就给我1000块钱买小零料了，买衣服了，买零嘴了，我是胳膊腿哪要万一要有病了，我不管你要钱，然后我就去买去。我是一生不喜欢管人要钱买这买。瞅着不善奔钱使劲。这位被于大爷称之为奔钱来的王阿姨，一落座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零花钱，还是应了那句老掉牙的俗话，老年人相亲就谈钱，谈钱就翻脸，这婚介机构工作不到位，应该把条件相互通报一下，免得出现见面谈钱就崩的局面，闹得火星乱窜，急坏了屏幕前的众生119。可是王阿姨和以往的阿姨一样，向红娘提出的择偶条件同样是要求人好别无所求，对于钱的是只字未提。我就找他对我吧，实心实意的好，我也对他好，都良好嘎一好，你说是不？都白头到老，说多了少了都单单原谅一些，别缺吃别少穿呢，完别给我气受去呢。王阿姨在提出了几项人指标之后，后面特意加了一条，别给我气受，看来咱们这位王阿姨一定是在曾经的婚姻生活中受过委屈。那也不对呀，你看她说起原来的婚姻生活怎么还满面笑容。公主岭这老头他考虑我一年，他给我工资本啊是另外打工的钱都给我。这第二个老伴对你好是吧？嗯呐，哎呀非常好。晚年我俩一人一被窝嘛，完我给被子就走开了，慢慢给你干。我俩过9年半从来没打过，没
听得出来王阿姨所说的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与之在一起度过的九年时光，对于王阿姨来说是充满阳光的九年。到现在和红娘说起来，眉宇间还有一丝丝的幸福透出。你说他俩既然爱得很深，这也没受什么委屈啊，九年半没挨打就已经十分满足了。那么他是在哪一段婚姻受过家暴呢？第一段婚姻，我们家老头是心肌梗塞死的。那你跟丈夫感情咋样？哎呀，不好不好，我们老少爷吧，男的都打血，打我最严重就是扯嘴巴子、拽头发，哎，那头发茬子那底下都带肉的，我这辈子我是不想。这下总算是弄明白了，王阿姨在第一段婚姻被老公家的光荣传统所累，挨打、受骂、遭受家暴，这样的婚姻生活她能挺到结束，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消受的。难怪一辈子不想她，原来是不想继续挨揍。王阿姨第一段婚姻受过气，第二段婚姻受过宠，只可惜好人无常寿，祸还没千年，这两个打你宠你的男人都离开了，天堂地狱的归宿谁也管不了。当下能管的就是跟随红娘来相亲。你看于大爷已经在村头等你了。阿姨拿着吧，给你俩介绍一下。叔叔叫于德友，阿姨叫王桂兰。外貌还挺正式的，挺是过日子，不像您那么埋汰。外貌还行，外貌还行。看着他抹那个红指甲了吗？看着了。那岁数我瞅着有点。村口匆匆见面，两人还真的对了眼，眼缘不错，双方都有好感。可是王阿姨老大不小的了，健壮有力，粗糙肿胀的手上涂抹了红红的指甲油，年龄和时尚的不匹配，让于大爷非常的不喜欢，接受不了。王阿姨知晓后着了慌，室内一落座就急切切的向于大爷解释：你要领定让外人一接触我吧，就好像不正经人似的，但是我真不是那样，我这一生就想开开心心的，干干净净的，吃好穿好，美好，我个个美，那是自然美。王阿姨，你很有自知之明，你给人冷不丁的印象确实有问题呀。一个女人还有比被误以为是不正经更糟糕的吗？有了这个印象，谁有时间和精力去慢慢体会你不正经下面的正经？五十多年的修炼白费了功夫。幸好现在于大爷相信你的解释，不仅没有继续探讨指甲油的问题，还诚恳的询问王阿姨的要求。我这个没啥要求，那个反正你有多工资，咱俩也别说太刻薄了，钱不交我工资，你要精了，你一月你就给我1000块钱，买小零药了，买衣服了，买零嘴了。于大爷怎么样？你一说有啥要求，王阿姨就开始不客气了。不把工资卡交给我，你每月给1000元零花，这些钱和生活无关，只是零嘴、零药、花衣服。此时于大爷听了不紧不慢的说道：1000块钱多点，反正我这3000块钱，咱们就照这些钱花，要剩下呢，咱们有个天灾病业的，你说你今儿头疼了，明儿脑袋疼了，你说咱们就说去吧，你个人看去，咱俩这钱就咱俩用。两位老人正常情况下每月的生活必须根本用不了3000多元，本着有多多花有少少花的原则，小日子肯定不错。可是于大爷的未来规划没有打动王阿姨，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打算。是咱俩吧，就是两个妻子，就是合法夫妻，我给你俩登记了，随时随刻我有病了，我穿啥吃啥咱俩共同商量，我有病了必须你得管，大病小病必须管。要在一起有两个选择，一是登记成为合法夫妻，那就是从今往后于大爷承担王阿姨吃喝拉撒生活的全部。那么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不登记，这又有基层，就是你月就说比例啊，现在一月2000块钱，我有病我穿都一律不用你管，我不知道他这两个条件是哪个条件。第二个选择不登记，每月给2000元零花，王阿姨有病自己看，穿衣自己买，其他的基本生活用度于大爷必须保障。王阿姨提出这样的条件，于大爷答应了吗？跟母老快俩一辈子到死也没登记，我挣回钱来都搞他那啥。你没登记吧，他给你生儿长女，我这到你这嘎不生儿长女，咱就说就是再处理好也隔一层伤，你要同意呢，就那咱俩就是合法夫妻。王阿姨提出的两个选项以是否登记为分水岭，登记成了合法夫妻，100来斤都是于大爷的，你啥都得管，不登记不是合法夫妻，你每月给予2000元，搭伙过日子只管王阿姨一张嘴。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于大爷户口本上面的婚姻状况是未婚。我说我跟母老伴儿活一辈子没登记吗？跟母老快俩一辈子到死也没登记，母俩也都是你，我挣回钱来都搞他那啥了。一辈子没和于大爷结婚的老伴照样当家，
照样生儿育女，照样恩爱一生。可是二婚就不同了，王阿姨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要在一起过必须登记成为合法夫妻。这王阿姨表面上看起来说话有个有句滴水不漏，细想一下，从进屋到现在说的话，相互矛盾前面说后面否，开始要每月1000元零花，可是转眼涨价成了2000元，还是个两选一的选择题。现在钱不要了就要登记，转了一个滚圆的圆圈，成了必选题。这一下法律意义上的未婚老青年于大爷能接受吗？王阿姨的一番操作把于大爷整不会了，关键时刻重大问题需要和孩子商量无可厚非，那么于大爷唯一在场女儿的态度似乎起了举足轻重的意义。那我爸这辈子都没登记呢，我觉得反正我不太接受，最主要就是找个伴儿，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都两好他也好，如果阿姨在我们这跟我爸过时间长了，他有病了干啥我们一样照顾。这位孝心大起的女儿以母亲和父亲没登记为由，不接受于大爷和王阿姨领证结婚。为解除王阿姨的后顾之忧，许诺只要两位老人好，没有和老爸结婚的王阿姨他们照样照顾，大饼谁都会画，能不能冲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难想象这个女儿没有别的想法。我其实心里有点抵触，因为啥呢，这片天地是我母亲打下来的，因为我母亲跟我妈跟我爸爸这一辈子都没登记，然后你说那个我爸那个户口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肯定将来会涉及一些财产纠纷，那是肯定的。说来说去，是否登记不是重点，不舒服也好，不接受也罢，哪怕就是抵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财产。在孩子看来，不登记就是减损止损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王阿姨，能同意不登记搭伙过日子吗？这咱俩必须得说话，我有个名字，一个老头伺候那老太太，俩姑说就别给我妈伺候死了，我这60平方楼我就给你，等死了老头在那嘎住半拉月，赶快走，我这房租出去，他说那你这房不说给我了，不好使唤，你没给我办合法夫妻。王阿姨要个合法夫妻的名分并非多余，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又何止王阿姨说的这个，更何况即便是有了名分，同样不能消除被赶出家门的危机。她自己在第二任老伴走后遭到对方孩子驱赶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二女，哎呀毫不留情，说这你走赶快走，我说你让我走你得说出这个理由，她说就为了10月工资，为了房子赶快走，我说我不争这口馒头吃，非争这口气，我非得跟你打这关，我打了二年打赢了，给我7万块钱。如果没有和第二任老伴登记，那么等待王阿姨的是什么呢？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有了合法夫妻的保障，王阿姨才打赢了官司，要回了7万元。王阿姨的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要登记成为合法夫妻的信念。不登记绝对不行，因为你都瞅多少个了都，咱不是结婚，我不想多说他家什么财产，就名分是正对的。哎，对，不登记没有安全感，不登记就没有安全感，这是王阿姨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于大爷见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话锋一转，开始说零花钱的事。老太太不要1000吗？我能给你800，咱不能说是不给零花钱。那你家工资，我从来都不打听你的工资，就将来处好了，登记也可以。咱们就看咱们今后就处到啥程度，互相的你照顾我，我照顾你，处好了那啥都中。搁置争议，求大同存小异，这两条是处置矛盾的妙招。于大爷不愧为是民间高手，相起亲来多少年的经验依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你跟我要钱，你的钱我从来不问，只要是感情好，登记有啥了不起，登记就登记，那也不是现在就能去的。两人都想有段时间的磨合，我磨合也得一年吧，我得观察观察，这玩意你说好听我那慢慢考验是实力。我就想跟你说个私人话，我就想找一个随心如意的。磨合就是求同存异，向共性发展的过程，能去除的去除，能包容的保留，同时也能检验两人是否合适。一个想看看对方是否真心，另一个就想找个诚心如意的老伴。祝福这两位老人在相处的一年里收获夕阳之下那份满满的爱。没说完呢，喝不喝酒啊？喝。抽烟呢？抽烟酒全号。我没有生活规律啊，啥时候睡醒了啥时候干活，啥时候饿了啥时候吃饭，想起来干吃就吃，想起来睡就睡，我就这种情况。这位厨长笑逐颜开。
转眼就变成了比葛大爷还到位的沙发瘫，吊儿郎当的做派，无不招式着傲慢，信口开河的言语，尽情表述着粗俗。要不是现场的台标占据着主位，谁会想到这正在进行的是相亲？嘉宾王大哥一点也没有相亲男主的自觉，所说的话都是在贬低自己，自毁形象。这哪里是相亲，完全是反抗父母包办、争取婚姻自由的抗争，是电视台相亲栏目组拉郎配，惹怒了王大哥，还是邀请来的女嘉宾不符合他的择偶标准呢？想找一个差不多就行，能理解善解人意的，能过得去就行，再有眼缘就可以，有眼缘就可以啊。完了，经济条件没啥太大负担，经济条件呢？老铁们明白了吧？王大哥对未来的那位，主要还是演员必须过关。表面上轻描淡写的说有演员就可以，连着重复了两遍。俗话说，重要的问题说两遍，相信大家看得出来，王大哥的重复不是剪辑制造出来的，完全是心里咋想就咋说。这也难怪王大哥矫情，他这1.80米的个头，用相貌堂堂这个成语来描述，并非言过其实。这副身板也值得有这份自信，可是你相亲的表现着实让人失望。看不中不要紧，明说就行，眼着盖着绕着圈圈说风凉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不能说把人贬低他啥样啊，咱们得抬举人家，是不是啊？咱不同意归不同意的事，是不是啊？别让人家寻思人素质也太差了。咱还不明白了，你这种表现就是高素质吗？但是反过来想想，不满意对方不如贬低自己，这样给对方留足了面子，自己的情况是高还是低，那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你别说王大哥的情商不低啊，怪不得老是想找个有眼缘的。所谓的有眼缘，说穿了就是想找长漂亮的，这个要求对于红娘来说不难。你看下面这位或许能过王大哥的法眼。阿姨嫂啊，我是丧偶的，我老公已经没10年了，孩子也挺关心我，现在特别支持我找。身高1.73米以上，一般这个年龄了，性格生活也都稳定了，长相都一般就可以了，那俩人能谈得来的也就可以了。丧偶10多年的王大姐得到了孩子的支持，现在想找一个生活稳定，除了身高有具体要求之外，长相性格差不多的老伴，这些要求对于身高1.80米的王大哥来说都不是问题。这红娘的工作效率就是高，转眼间已经带领王大姐来到王大哥的小区。我们到咱楼下了，是在幼儿园这边。在幼儿园等着我就行。啊，行，好嘞，好嘞。王叔叔，王阿姨，来握个手。叔叔住几楼？5楼。5楼。王大哥接到红娘的通知，迫不及待地跑到楼下来迎接王哥王妹握手见面。你可别说，这次红娘真是用了心，打眼一看走在路上的这一对还真是郎才女貌，豺狼虎豹，走着唠着就到了王大哥的家了。不用换了，不用换鞋了。这是客厅，自己吃饭做吧。完了卫生间在后头，这卫生间小点，卫生间完这边厨房做饭，这小屋住卧室，这屋厅嘛，这屋炕这屋了呗，这边还有，这屋也住卧室。王大哥接了漂亮妹妹，庞佛忘记了葛优躺的雄姿，殷勤亲切地向王大姐介绍家里的情况，转了一圈熟悉了环境，同时两人也转着圈的相互打量了一番，双方的第一印象还都不错。个头也行，长得也行，这还行，能过关。整体来讲看着挺好的，挺好，个啥的都挺符合我的要求，都挺好。王大哥的强壮，王大姐的娇媚，男欢女爱就有了演员基础，聊天的激情和没有演员的截然相反。王大哥微信正做人模狗样，一本正经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我今年55，离婚的，10多年了。姑娘今年28了，有对象没结婚呢。我在公交上班，现在也没上班，自己有车，养个弟弟，就这种情况。介绍情况无非就是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和经济收入。王大哥虽不是富翁富豪，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勤奋努力，富足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的？温饱就思那个啥，自己有想法，眼前有家人，现成的干柴能不能燃起点火苗呢？王大姐也很上道，没等王大哥问，就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我是丧偶的，10年了，头几年自己做生意在服装店，最早是孩子怕把我这份爱再不给他，不管他了，所以他一直也没让我找，我也没找，现在让特别同意我找。王大姐的女儿年幼丧父，对待母亲的依恋更甚，考虑孩子的感受，王大姐一直没找。现在孩子上大学懂的是多了，王大姐才有闲心有精力再找个老伴。那么她对未来的那位有什么样的憧憬呢？我的择偶条件也是，只要俩人能谈得来，有眼缘，能合得来，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就可以。
也没有太多，这个年纪了也不挑什么长相了，我觉得两人谈得来，情投意合。老铁你注意没有，整个十几秒的这段视频中间主要部分已经到底，没有衔接，没有剪辑，台词熟练一气呵成，看来咱们这位王大姐这段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运用的十分熟练，一定是最近没少使用，看来最近相亲比较频繁，熟中生巧，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不好意思扯远了，不管怎么说，王大姐的择偶条件非常的亲民接地气，门槛低，这些一点营养也没样的条件反而引起了王大哥的兴趣。那不行啊，那长相也得差不多，这俩唠十个的，唠十个，唠十几个，你咋想？那个要这么高的话，给你造半截了，那能行吗？你实话实说。实话说，在这个年龄，我不怎么太挑长相，一辈子差不多。没有具体的标准，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容词，没有度量衡的指标，这让王大哥没了显现优势的机会，凭着这副皮囊，这身高，这长相，风流倜傥不敢说，相貌堂堂不多让，如果有具体数字表述，王大哥有自信是个合格的如意郎君，因此他把有优势的身高拿出来说事，说来也怪，唯独对于身高，王大姐还真有具体标准。咋再找1.7米往上的，对，比我高的，比我矮的，那指定是不行。那你看条件还是有条件。没说完呢，你快讲。快说。话到投机自然顺，人到乐时自然爽，一番交流下来，两人的唠嗑也进入了和谐阶段，高兴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你看王大姐被王大哥的笑声感染，洒脱无形的开怀大笑，柳腰轻摆，花枝乱颤，最终王大姐在王大哥的启发引导之下再次补充择偶标准。我主要是看眼缘，俩人在一起能谈得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是最大的了。什么条件也一般，这个年龄已经都稳定了，是不是？这次王大姐终于把眼缘放在了第一位，后面的意识形态就是重复背的滚瓜烂熟，核心内容还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三个相互，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其实老年人再婚不仅牵扯到几个家庭的方方面面，还受着经济条件、年龄条件、身体条件的制约，哪能是一个男子说得清楚。现在啥不好选择，女的挑男的，有车有房，工资得高，得8000到10000的，长相得1.8米的，身材得好的。我说人家找你50-60岁干啥呀？你找你吗？一年真得稳当点了，找对象必须得稳当一些。王大哥说了半天，小编终于听明白了，他这是在打击王大姐的自信心。对于条件比我好的那些成功人士而言，愿意傍大款的年轻女人比比皆是，哪里会轮到这些半老徐娘？可是到了这个年龄想再婚，凭现有的条件不容懈怠，更不能草率行事。王大哥不由想起了自己那场刻骨铭心的网恋。你俩搁微信聊挺好的，咔咔聊可认真了，聊的那唠嗑声音好听，一见面哥1.5米多，贼大胖，还有螺旋腿，你说咋整吧？这是谁讲话？挺小脸帅呆了，头影卡拽的，那你咋整？切身的经历，从希望到失望，从甜美到酸涩，王大哥绘声绘色的讲述，把王大姐逗得前仰后合，柳腰乱颤，兴许是也有过网恋经历，或者是同情和可怜，王大姐发出了很专业的疑问。你俩没视频聊过天？没有，我是不方便视频。你真是，那就聊微信，咱也不搭啥，聊过去吧。完真搭经历，我们俩这聊。你有能给我开过滴滴睡个觉，不也挺好的吗？那能聊天吗？你真的有意思。憨实忠厚的王大哥被网友耍得团团转，几度痴迷，几度昏。王大姐被他的遭遇惊艳倒了，笑得前仰后合，柳腰乱颤，小编真的没词了。王大姐嘴上说真有意思，心里是咋想的谁也不清楚。从表面上看，王大姐已被王大哥征服了，是那么回事吗？挺好的，人也挺直爽的，也挺开朗的，挺幽默的，挺好。嘴上说的是挺好，脸上的表情却是麻木僵硬，笑的生硬。看来王大哥今天还是个备胎，既然没缘分，那就各忙各的吧。最起码现在我俩见面，我这说心里话，最起码有个眼缘，都觉得哎呀，各方面都行，个头啊，长相啊，都挺合适的。现在都差在啥？差在条件上了。他还不用说，也在我心里搁，他也是差在条件上。要是不同意，这事儿就算没有缘。王大哥充满凄凉的一番话，道出了对这次相亲的无奈。王大哥白白给王大姐当了半天的开心果，也没有换得他的青睐。现在的他不知道又在何处背诵课本呢。
我就有一个条件，凡是凡是找农村这个吧，一般都得给拿3万块钱彩礼。那我就要3万，那我你给我2万，你这能给吗？怪不得前几天有位老铁还留言询问，小编解说的老年人相亲，怎么都是老太太向老头要钱呢？看来这是果真不假。你看今天的大姐又是个财迷。其实老年人相亲节目不仅给孤单的老年人牵了红线，还给感兴趣的朋友带来欢愉。相亲的是两个人，娱乐的可是大家。今天相亲的刘大姐没提出把控工资，更没有要每月多少钱，这次呀变花样了，要彩礼。说起彩礼自古有之，其意义主要在于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那现在奔六奔七的老太太们要彩礼报答养育之恩已是皮之不存，纯粹是为了自己过过钱瘾。你看刘大姐要3万元彩礼，男嘉宾杨大哥是什么态度呢？必行的钱财什么话，主是俩人，我要对你好，不要跟你俩和谐，对你的实心实意，你比啥都强。听到刘大姐要彩礼，杨大哥没有正面回答，反而讲了一大篇的理论，道理谁都懂，轮到自己的头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论习俗，老太太改嫁要彩礼也不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关键在于协商。再说还要看男方的经济实力，只要双方愿意是就成了。那么杨大哥这态度是家里穷没钱吗？我就这一个破屋。就是后来就是接着接着走，为啥接着这个东西？这以后要占了，占都给占上给钱。那要是占的话，能给多少钱呀？也就是100来万吧。成百万富翁了，是占了吧？是过后半生了。杨大哥一开口吓我一跳，就一个破屋还想找媳妇，可后来再听下去那可不得了，在不久的将来杨大哥就是百万富翁了。你看他的自信，肯定是已经有了拆迁的规划，这样一来为他找老伴的加分项增加了砝码。所以说相亲肯定还是有必要的条件，没啥大要求，就一个那根本那些，跟我哪来实在不那一性格温柔啥的啥的，脾气好点就行。我一天干点活回家了，他有没有做饭的，我不希望他干啥活，没啥不用的干。兴许是单身时间长了渴望脱单，杨大哥的择偶标准很简单，说来说去就是温柔体贴性格好，能做饭做饭就行，这样简单的条件，红娘手里的资源是一大把，随便拿出一位也够杨大哥销售得了。你看从公主岭过来的刘大姐就是其中的一个。杨大哥你的脸我都没看清，今天走的不着急不着慌的。你是火上房不着忙。我跟你介绍一下，杨国志，杨，我叫杨大哥，我俩琴，你叫俩琴就行。那行，叫老妹都行。走走行，走吧。远处的杨大哥一步三摇，悠然自得地挪步过来，被刘大姐瞧了个仔细，这怎么是个慢性子，一副火上房不着忙的派头，不由对杨大哥有了想法，好像是失去了兴趣。大哥你大姐介绍介绍，你给我们转转你的小院。好，也转了也转了。同样是农村出身的刘大姐，对大院小院都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说实话不就是东西跨屋前后院那一套吗？也确实没什么新鲜玩意值得一看。杨大哥见刘大姐对转一圈看看没啥兴趣，开门见山的开始介绍情况。我65。啊，你65。那老妹儿呢？我63。那你看他就照你大2岁的。这不挺好啊。哎呀，哥大2岁，妹小2岁，年龄相当。杨大哥觉得这年龄是没得说，着急忙慌的开始自我吹捧进行包装。我一天的就寻思这是过家的事情，哪个有活儿干点儿，他不玩不耍。我最仔细的人，我不说不说，就我干活力量，你就给我看个家，我都还吃个肉饭就行。男子大丈夫，咱说包含点就这么一说，我没啥脾气。从里到外，从体能到心胸再到个人修养，一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式的自我介绍，幸亏吹牛和个人形象的过分包装不交税，否则杨大哥会为国家的税收事业再次的做出贡献。这仅仅是开始，下面杨大哥也开始了画大饼比赛。我不许你，我告诉在地上好多都几句话，就你俩人得吃啥就吃啥，咱们俩人有的钱留在干啥，俩人商量肉里油，哎，以后到那个我儿子四川办那个村里可好了，咱们溜达溜合都可以，留钱干啥？就是呀，这里不需要女人干活，四川不愁有钱花，高兴就出去旅游，怎么样，农村大哥照样有潇洒人生，干活和旅游一样都需要有个好的身体。杨大哥自信身体棒过小伙子，有好的身体啥都会有，多好的未来生活画卷呐。我体格好，没啥毛病，你说干啥活跟年轻人一样，人是啥钱财的都其次问题，你能干体格好，就咱俩的生活那不犯愁，啥犯愁那事儿是不？一直没吱声的刘大姐听不下去了，农村不就是那点事吗？我看看你说5了6的，是不是在吹牛？
我种多些地呀、啊？一场一亩多地儿，也打个3万来斤苞米。也养点啥呀、啊？也养的啥呀、啊？去年也有几家黄皮给货，不能不得压呀？去年养50-60呢，都给货呀。黄皮子把你家的鸡货换了，你还敢说？东北红黄白柳灰五大仙家，黄大仙看好你家的鸡是你的福分，几时之计算得了什么？就算是你孝敬黄大仙了，你看刘大姐知道你和黄大仙有缘，本来对你看法不好，这下也好了。还行，那咱也不也得看看自己，咱不能就挑人家，挺好。行。挺朴素的，咱们就不图什么啥，他一个根本跟咱过后半生就行。我也就得找这样的，老实巴交能干活。兴许是黄大仙显灵了，这两人彼此都感觉很好。刘大姐说挺好，我找的就是这样的。杨大哥说还行，有他才能过后半生。难道说这就是看对眼了的节奏？你看刘大姐唱罢未下场，杨大哥粉末又上来。我就相中你了，我就跟这以后让咱俩过白头到老，可没啊，价格可没有了。就是因为跟你俩就这么了，过后半生了。杨大哥还真是地地道道的东北汉子，说话一句一个坑，干脆利索，我就相中你了，这态度真是明了无比。刘大姐一听，你老杨进闺婿这都咬得挺扎实，我也该提提神看看情况了。那我就有一个条件，粉丝饭是找农村这个吧，一般都得给拿3万块钱彩礼。那我就要3万，那我你给我2万，你这能给吗？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之下，刘大姐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开始要钱了。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月份钱，没有工资卡，这次要的是彩礼，其实也不多，才3万元，打打价2万也行。看到刘大姐犹犹豫豫、毫无自信的态度，杨大哥抓紧开始进行爱情观教育。必行的钱财什么话，主是俩人，我要对你好，菲儿跟你俩和谐，对你的实心实意，你比啥都强，钱财能挣。要钱财还是要人对你好，哪头重要？小妹别被金钱迷了眼，钱是可以挣的，情是无价的。一套心灵鸡汤下来，刘大姐被整得有点不会了。那我也不能去这么就拦，你看他越咋提对你怎么好怎么好，那你现在你是那说那玩意儿，我是有俩也不现在当着顶顶一直这张是谁是吗？老年人再婚面对的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挺难抉择，万一不慎识人不当，下半生的幸福将会荡然离去。刘大姐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杨大哥同样顾虑重重，两人都在犹豫彷徨。相亲还要继续，不能这样耗着，看来关键是刘大姐要彩礼，这事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你看刘大姐要撤退了，跟闺女儿子商量，那就冲他这样，你们拍一下吧，完你给我打个电话，让我们这帮孩子瞅瞅。刘大姐说等节目播出让孩子们看看，商量商量，就像刚才杨大哥说的一句话，看着行就别放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再说杨大哥不管是多大年龄，人家一个寡妇老太太平白无故来和你过日子，不出点血能行吗？3万元也不多，不花钱的老伴能找到吗？可是相信爱情的杨大哥就不信这个邪，委托红娘接着找。你看刚找来的柴大姐，她已经袅袅婷婷的走过来了。好，柴大姐，我是冷冰啊，然后那个大哥在这儿呢，我介绍一下，杨国志啊，然后柴秀琴。双方见面寒暄，柴大姐干脆利索开始连珠炮式的询问，那节奏更像是威虎山上哪段经典对话。你想找啥样去？我这一把就可以实实在在的了。你要多少地呀、啊？我1000多地儿。啥房子？这也都砖房。年收入多些？我一年就3万来块钱。我干活，我65了。属啥的？属猪的吧。我这是急性，有啥就行，不行就不行，拐弯抹角的。柴大姐还真是少见的急性子，从没见过这样的问话，嘁哩咔嚓一问一答，要是一般人肯定会答不上来，也就是杨大哥有上一次的经验，回答起来也算是棋逢对手，这表现让柴大姐很有成就感。再说杨大哥对柴大姐也很满意，认为这正是自己的所爱。他也长年轻，年轻，你叫多大岁数？他也不年轻，我要40多岁吧。像40多岁啊？那够。那你是说太什么了？长上呀都行，个头都干啥呀？人家长得也挺标准的。我劲儿倒饬倒饬，劲儿倒饬的好。柴大姐还一点也不谦虚，嘴上说的不年轻，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遇到这样的傻大粗黑真好糊弄，给对方留下了好的印象。接下来要条件的时候也有底气，不是？他现在关心的是杨大哥有没有不良嗜好。打锁外伤的，走打锁外伤的。我就抽烟少，轻。酒不喝，错来起来朋友之间呢点不点就完了。
还不玩。我不想找抽烟的喝酒的，我都不行。那你要想喝烟抽酒啊？你看杨大哥激动的反倒说话了，小编也太没出息了。杨大哥是被媳妇迷得说胡话，把喝酒抽烟说成是喝烟抽酒，你怎么把话说反了呢？先不管这些了，看看柴大姐是多么的讨厌抽烟人。抽烟人我不找抽烟，为啥呀？我闻不着味儿。咱这就记他能咋的？我不抽烟能咋的？记不了。你看饭不吃不行，这烟你它没啥好处。你要是插这上啊，我把烟就记上。你看我抽不抽？见柴大姐对抽烟人的深恶痛绝，杨大哥痛下决心，为了心爱的人坚决戒烟。饭不吃不行，烟不抽又能怎么样呢？杨大哥的戒烟决心打动了柴大姐，此时他的光辉形象已经深入了柴大姐的人心。这样的好男人坚决不能放过，看能不能通过第二轮问答。那我就直说，大哥，那假如说我要跟俩能成的话，能让我说的算吗？能啊，我能说我想买啥穿就买啥，那可以啊，我想买啥穿就买啥穿，那可以啊，我想咋花就咋花，把你花花吧。我现在都不会做饭了啊，那没事，我给你整。柴大姐提出的所有问题得到的都是杨大哥的应允，在杨大哥这里没有过不去的事，他在一味的迁就柴大姐，不管啥事都依着他。此时旁边的红娘有些坐不住了，我发现了，大姐说你不能干农村活了，大哥说不用你干，不用，真不用。大姐说那个姐们啥溜达溜达正常，大哥说对，溜达正常。对啊，这我知道呀。大姐说不找抽烟的，大哥说我记，真记得。你看你就不是杀这个烟吗？我保证记了。红娘说一句，杨大哥重复一句，答案还是和刚才一样，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此时的柴大姐还没有要结束的样子，兴趣盎然的开始了第三轮问答。可别挨打挨骂，那可没有，一会不带有的。那我有病了能伺候不？咋不能呢？那我要是傻了，这啥我也要。柴大姐见到杨大哥的态度对他十分的满意，眼看着就要产生如意郎君和可心的媳妇，成双成对的节奏快速发展。杨大哥到现在也没看到柴大姐要钱，正在暗自高兴，我终于可以找个懂爱情不要金钱的老伴了。谁曾想柴大姐都投一盆冷水浇了过来。因为我们有个姐妹，她早是成村的，那老头一月给他存七块钱，完了还给他3万块钱，完又买三斤。真狠，每月1000元，彩礼3万元，还要买3斤。原来柴大姐才是捞钱的高手。杨大哥无奈的嘿嘿嘿的傻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相亲的老太太都要钱拿。你到家勾点零花钱也行。我这个人啊，不喜欢要人家张手管人要钱花。老铁，您看相亲的老太太变好了，怎么就不是开口叫钱了呢？是什么原因让她失去了贪婪本性，还是忘却了男人适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动物？不妨先看一下前辈的老太太是怎么要钱不要命的。相信经常看这类节目的老铁不会陌生。最低的也得1000块钱，你一分没有，那我还不如个保姆。工资的话要给我钱，我来掌管你的工作卡。一月你就给我1000块钱，拿3万块钱彩礼，3万块钱，我也买3斤，得给我存2000以上，最起码你得给我2万块钱。要工资，要彩礼，要劳保，还要房子，五花八门，众生百相，这就不难理解有朋友误会东北的老太太怎么了，不是来相亲，都是来找饭票捞钱的。今天的徐大姐主动提出不当家，给点零花就行，本来这个要求不高，可是碰巧遇到了一根金协会的会长，直脾气去绿王大哥，不仅不给零花钱，还要让徐大姐把工资拿出来。喜欢的朋友请长按3秒点赞支持。咱俩吧就是不把工资放在一起，消费不了咱就存上。我为啥我就监测放在一起呢？放在一起，这是夫妻，这是两口子，就是搁一块堆儿，那像一家人。王大哥说的不无道理，结婚一起生活，人都合体了，经济是分开的，白天各花各的钱是私有制，一晚被子一带就是公有制，时间长了能过到一起才怪呢。所以王大哥在和红娘说择偶标准时就特别强调过，年龄57、80、60往后出的，对方条件儿女都出去了，就带工资就完事了吧，就放在一起，一心一意的过，别自己拿自己钱，那不叫一家人，那样花吧，拿就拿散了。有了择偶的标准，学摸个把老太太来相亲，对于红娘来说就不是个事了。可是王大哥提出的工资放一块花是个不小的问题，这件事还需要徐徐图之，绝对不能操之过急。性格温柔低调过日子的徐大姐成了红娘为王大哥的首选。为了两位老人的婚姻生活，红娘一刻也不敢耽搁，带着徐大姐上门相亲来了。你好，你好，是不用我介绍了呀。
徐凤琴，徐凤琴，王万贵，王哥，王哥。两人程序般的见面寒暄，从双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怎么有一家人的感觉，反而没有一点生疏，不会早就有啥机会认识吧？你今年多大岁数？属狗的，63。那同岁啊？咱俩同岁。同岁啊？那我也属狗。你属狗的，但是我生日小，我腊19生日。我是12月16的。妈呀，咱俩差三天。这样的话，两人如果在同一个医院出生，还真说不定有过交集。可是那时候，即便是在一个病房，各顾各墙堡内猫着，想打个招呼也做不到。一论年龄，王大哥比徐大姐还小三天，成了王老弟。仅从年龄上，徐大姐赚大发了。年龄七十以里，有素质，人品好，找个有房子的，工资咋说得3000多。那我要跟谁俩过，他对我好，我得对他是个好。徐大姐要求年龄70岁以内，工资收入3000元以上。王大哥年龄要求是60以内，王大哥月供4000多元。仅从个人条件来说，王大哥有点吃亏。徐大姐年龄超标，他能愿意和徐大姐继续聊下去吗？同岁也行。瞅着演员好。我说演员可以。听王大哥的口气，他对徐大姐是认可的，演员这关过了，王大哥对徐大姐的好感倍增。虽然年龄上超出了预计范围，可是只要演员好，其他不重要。王大哥这边暗自高兴着，可是徐大姐对王大哥的长相有点误会。我看这眼睛好像脾气有点不太好，反正脾气好，心里有点那个，好像是有点脾气。眼睛大，脾气不好。反正我眼珠子是不小。你我是想的太多了吧？不是想太多了，你就打听咋的。徐大姐板着一张苦瓜脸，认为王大哥目露凶光，脾气一定不好。那王大哥不就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吗？不仅如此，徐大姐毫不客气，当面告诉王大哥：“你的脾气不好，我害怕。”王大哥除了性格倔强一根筋之外，那可是个一腔热血的好心人，还是活跃在小区为居民服务的活雷锋。你就慢慢打听打听，我是这边的活雷锋，还不没有名，是吧？你看吧，我家的工具。谁家水管子坏了，坐便堵了，说都我给你整，你就问那个老太太，我啥人就知道了。王大哥凭着一副热心肠，义务劳动免费为居民服务，获得了周边邻居的高度赞扬。要是徐大姐到这些人群去打听，那还能错吗？徐大姐索性暂且放下此事，反而担心起王大哥的离婚原因是不是因为脾气不好引发的呢？因丧偶而守寡的她，十分看不起离婚官独的男人，因为离婚的结果双方都有责任。我现在我说我问你，那个离婚呐、什么原因？两口子，我就害怕吧，离婚的，离婚我总有想法。对，是。现在他要是如果要好的话，他不能离婚。性格脾气将就不了你大人。徐大姐的过路是有道理的，一是怀疑人品有问题，在她的世界观里，真正的好人是不会离婚的；二是担心与前妻收腹水，缘破镜。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幸好王大哥的离婚缘由是性格脾气将就不了，他为了孩子也曾经努力过，还想继续维持现状，忍受煎熬。你说60来岁的离婚，你愿意亲家公，亲家公咋寻思？这家不属于不正经吗？这不，我们姑娘说，哎呀，离就离吧，我妈那个性你也将就不了，再你俩再磨叽，离离吧，要不你俩还打一辈子了。我姑娘准备给他在徐州买房子，他也不回来了。女儿深知父母的个性，与其说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老两个指不定会出现啥问题，自己不在身边放心不下，倒不如把他们分开，让他们眼不见心不烦，能安稳的度过下半生才是关键。父母离婚后对老人今后的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徐大姐了解情况之后，对王大哥的遭遇表示理解。他说实实在在的，是不是？包括咱之前不是不太喜欢说是离异的。对呀、这回你看他也跟你说清楚了。是的，放心。他我能放心，他既然那么说了，咱们说的也能相信他。听了王大哥的叙述，徐大姐对他放下心来。在徐大姐的眼泪，现在的王大哥是个可靠之人，不会也没必要说假话骗人。相信了一个人就会敞开心扉，面对一个将要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人，个人生活方面的禁忌还是早说为妙。抽烟不？我这是有咽炎啊。一抽烟我就受不了。烟我也想戒，戒烟是好事。你那个喝酒不？喝，现在喝的少了，不像没退休前了。
徐大姐因为烟也不能烟外，王大哥又有抽烟的嗜好，看来这个问题就需要王大哥做出牺牲了。除了抽烟之外，徐大姐对喝酒的男人非常恐惧，因为除了恐惧还是恐惧。这有的人喝酒啊，他耍酒疯啊，这样耍酒疯家暴。那对这个事情我那事吧，你这辈子都找不着我。就这个杯啊，中午半杯，晚上半杯，晚半杯，喝酒一天就那一杯，也不多，也不耍酒疯。经徐大姐现场查实，王大哥每天的饮酒量都在可控之内，不耍酒疯不打人。徐大姐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她最恐惧的就是喝大酒的人，因为前夫就是个酒王子，晚上吃饭他也喝，在外头跟朋友也喝，就这样事儿，你管不了。一直都是醉醺醺的啊，对对对，那喝有时候都躺在外头的。前夫喝大了就耍酒疯搞家暴，最后也是因酒而丧命，所以当下王大哥烟可戒酒少喝，就完全符合了徐大姐的愿望，她对王大哥的好感倍增爆表。我觉着这个人的话他不能说话，还是这个人醉了，对，完了有点就喝怕的感觉。徐大哥对王大哥的重重考验被王大哥用真情层层化解，在互动的过程中，两人心灵的小窗户有了互通，相亲还要温暖的继续，吃饭当然也不能耽误。当下王大哥安排饭店一起吃饭，边吃边聊，那意境岂不是更好，也该谈谈老年人相亲的敏感问题了。你到家勾点零花钱也行，我这个人啊，不喜欢要人家张手管人要钱花。那句不明不白的话再次从这位大姐的口中说出，先是要1000元，接下来就说不喜欢伸手要钱，那就是喜欢对方主动给了，这样也好。你看徐大姐没有把控工资的愿望，更没有要彩礼的贪婪，王大哥应该满意了吧？谁曾想王大哥得寸进尺，还有更高的要求。咱俩吧就是把工资放在一起，消费不了在这存上。我为啥我就监测放在一起呢？嗯，放在一起，这是夫妻，这是两口子，就是搁一块堆儿，那像一家人。王大哥不仅没有答复给徐大姐1000元零花，还要求徐大姐把工资拿出来一起花，工资放一起才是一家人。既然人要合体，经济没理由不合并。这个看起来意境满满、爱意充盈的提议，徐大姐好像是听明白了。你说那意思，他给开4000吧，我开2000多，咱合一块多，哎，完了还比这回这一月的生活费就是2000块钱，比如说，那还剩4000多，4000多咱们就是存上。老铁们您看看，看中了长相有了演员精神上又合拍，关键是刚才对于剩余的4000多异口同声的说出了存上两个字，这下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协商效果。可是接下来徐大姐说了这样一番话，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女儿呢现在她没有孩子，她做试管，现在她俩工资还少，咱们说就这一个女儿，你说我不帮助谁帮助啊？以后呢她俩要是有孩子有啥的，咱可以把钱倒一块堆，是不是？原来呀，徐大姐的女儿需要治病，经济上不宽裕，需要帮助，要她工资拿来放在一起，很显然是不太合适。她想等女儿生孩子之后，再把工资拿过来，两人一起花。一根筋协会的王大哥一听就沉不住气的急眼了：“我人就敞亮，钱嘛就放在一起，你就跟你姑娘怎么花，我不太反对的。就啥呢？我姑娘不在跟前，说实话，有个孩子吧，还挺好玩的，该花花子，该买啥买啥。”原来王大哥的要求只是把工资放在一起，怎么花是将来女主人的事，对于女儿需要帮助尽情的花就行，更何况她非常喜欢孩子。可是徐大姐听了有点不相信，依然是云里雾里不甚理解。王大哥继续解释说：“我4000块钱拿出2000块钱，我俩生活够了吧？像我剩2000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放在一起吗？我跟你说，既然到一起，我自己出来不藏钱，我这个性格。那行，那也就是说，丁算把赎的这4000拿出来，俩人就放着用，完了对，是。对。”这下徐大姐听明白了，红娘也听清楚了，兴趣盎然、弹性正浓的王大哥一边继续臆想美好生活的画卷，一边刻意强调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孩子，在一起过日子，两人合体，金钱入柜，孩子入怀，才是一家人。该为儿女花你必须得花，你将来有外孙子，有外孙子更得花了。我特别喜欢孩子，要有外孙子我成天包我小孙，我都这个喜欢。妈，你一说这句话更感动。王大哥激情的话语把徐大姐激动的脸泛潮红心乱跳，不知不觉中了招，两人心想到了一起，话说到了一起，这才是老年人相亲的最高境界。徐大姐能不激动吗？既然凑在一起吧，就得珍惜这个时间了。
我这人就是傻，看到那个人因为这钱那个你要是说拉倒，我感觉到可惜。你对我好，我对你死得好。你对我十好，我对你一百好。生念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老了，找个伴，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相互照应，过好下半生，这才是老年人再婚追求的最高境界。与那些只要钱不要命的老太太相比，徐大姐和王大哥的未来幸福，才是那些财迷老太太们望尘莫及的。老铁，您说呢？